器这飞行器像这个那个翼尖的前缘呢、啊、包括它的鼻嘴部分这些部位呢是气动加热最厉害的地方啊。如果我们把这类的涂层材料浮在碳碳浮材料的表面，它一大幅度的能够提升它的耐热性呢，就使得我们这个飞行器它就能够在大气层中间呢高速的飞行，能够缩短我们长距离飞行的所需要的这个时间，这是它主要的这个应用的这个前景。